哎，菜拢无煮熟，敢会效果的？哎，菜顶头有菜汤。不管在哪里哦，我拢要煮我爱食的，讲我想要讲，这是我的观念。哎，啊，这是阮的。阿嬷，是你的肚子吗？要吵架哦，也要吃饱才有力气吵。好，好吃好啊。阿信吃这道菜也是边吃边吸，跟你一模一样。我要你讲着阿信，我问你一件代志：为什么阿信出山迄天你无来？我不能去参加爷爷告别式。等等，伊是台语无认得啦，伊的意思是告别式。我没去是因为冰箱的食物过期了，怎么办？啊！明知道我爱吃的东西过期了，但又舍不得丢掉。所以就干脆一直冰着，不要打开来看，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坏掉过，一直都在。头家娘规顿饭拢无去讲话，因为伊要慢慢咀嚼小欧讲的话。小欧无去阿信的告别式，是因为无法度接受阿信离开，同款。小欧家己的厝唔困，煞走去咖啡厅困，也是因为无想要面对阿信已经无伫的事实。Friday。